江南，嘿，江南，江南，哎，干什么呢你？看大家都上班呢，你在这睡觉，你合适吗？哎呀，那你太讨厌了。怎么了？哎，我这一块头大血肠。你怎么知道我要带你吃血肠啊？你要吃啊？这样，我朋友啊，我老家的朋友跟我说，让我特意啊，给他整一点咱东北特色的血肠。哎呦，就合计问问你，你不是肯定知道吗？那我就问着了，你知道咱们血肠哪的最好吃吗？新民吧，是不是？新民血肠远近闻名，那可老毕了，你这做完功课了你啊？这咱俩一边溜达一边问呗，就先去呗。对呀，走。辽宁省新民市隶属于沈阳市，位于辽宁省中部，交通四通八达。作为东北人，新民最让人熟知的还得是那一口地道的血肠，而且家家户户对于血肠的那份感情简直是怎一个爱字了得。来到新民寻找地道血肠的寻味团，又将会有怎样的美食体验呢？这就是那个市场呗，这里边有吗？应该没有，这里边挺大，一进来时候没显得这么大，是吧？哎，卖什么都有，你看有卖鱼的，卖鸡的，啊，鸡蛋，哎呀，海鲜，没看着卖血肠的呢。啊，对，血肠。血肠，你能不能搞？哎呀，小青虾，小河虾呀，小鱼儿，加点小鱼儿酱啥的。血肠，找血肠。不耽误血肠。不要偏题，我这带着任务来的，你能不能赶紧给我把它搞定了？血肠再往前走啊，再往前走是不？哎呦，我看见了，是那个吧？是这个不？血肠咋卖的？十五一斤。十五一斤呢？这个是血肠呗。啊，这个血肠。怎么？荞面血肠，荞面血肠里头是啥呀？里边是荞麦面和猪血。啊，荞麦面和猪血能混在一块儿啊？哦，太好了。这个呢？这个是纯猪血。纯猪血。纯猪血的。还有这么多种的呀？这个多少钱？这一样价。一样价。哎，你推荐我吃哪一种比较好吃？我之前没太吃过血肠。这个就是煎着吃好吃。这个煎着吃。血肠还能煎着吃呢？我也不就是酸菜炖血肠吗？哎呀，现在是不是说我？哎，我闻到酸菜味儿了。就酸菜炖血肠呗。哎呦，这是他俩的新民血肠，加上新民大明屯的白菜，大明屯白菜腌出来酸菜。哎，这不我狗鼻子吗？哎，酸菜。哎呀，这还哎，这有血肠。这是血肠吧？这酸菜是咱大明屯的白菜腌的不？自己家整的哈。这个味儿闻着就特别好闻。是这个味儿啊，嗯，是这个味儿，太好了。这还有血肠呢。哎，这个血肠怎么卖呀，姐？十五一斤呢。看一下啊。哇，这血肠挺壮观的。这么大呀？你新民血肠特点是啥？粗壮。哦。对，不像咱买血肠就细细的那个一根。这一根血肠全是这种大肠罐。这能吃得了吗？这一根啊？哎呀，大叔啊，一点夸奖，你长得太像偷袈裟的长老了。我的宝贝，这么长长长。哎，这个血肠我要是往外地邮的话可以吗？寄到外地。可以寄到外地。一般那个血肠在家里能保存几天？我家冷藏的也是六七天，就放冰箱冷藏就行了，是吗？是啊。过去。这个血肠买回去怎么吃？就炖的，就炖酸菜呗。先把酸菜炖完之后，再往上铺血肠。那我今天想吃咋整啊？这个阿姨问老丁头呢？老丁头。嗯。酸菜炖血肠整好了。我得先来品尝一下真正的新民品血肠啥味儿。嗯。哎，这到妓女，您看一下。可不咋的，行，谢谢叔，谢谢您。就这儿吧。哎，百福老丁头是他说那店吗？哎呀，看到这儿我此情此景，我想吟诗一首。啊，一个老丁头啊，跟我这俩食物，我说三天还的，你小时候没玩过这个吗？赶紧进去吧，太冷了。你好，欢迎光临，几位请吗？我们两个人，请里面，有位置啊。啊，有位置，里面请。哇，到饭点了，人还挺多呢。这吃的是啥呀？这是鸡脖子还是鸭脖子？哎呀，你一看的人都不敢吃，咱俩找地方坐呗，行吗？这都坐满了，那我们上去吧。你今天砸破人家桌子上吃的啥？咱吃什么来了？那个啊，血肠，是吗？咱找地方坐吧，这儿坐满了，走吧。坐这儿行吗？这太好。哎，你坐。哎呦，太好了。看看菜谱。看菜谱啊。不用看了吧？啊，
不是吃血肠吗？啊，对，这个咱不看了行不？对，行。啊，听说你家血肠特别好吃啊？对呀。都咋做的呀？有那个杀猪菜、蒜泥血肠，还有那个铁板鲜汁血肠。铁板鲜汁血肠。铁板。你看，山花菜咱的血肠就不用吃了，那是经常吃。山菜炖血肠。对，然后蒜泥不就是蘸着蒜泥吃的吗？铁板那块。铁板是炒的还是煎的？它那个是底下铁板是加热的，上边还有锡纸，然后是血肠。哦，哟，这个挺好玩儿啊。这个菜是咱家的招牌菜吗？对，这个点击率最高的，大众都可以网红点评的。行，那咱俩就点一个这个铁板血肠。行，好，行了，那二位就吃一盘血肠啊。啊。嗯，可以。铁板血肠。这是，嫌咱俩点的少了。那肯定是招牌，肯定没问题，是吧？先尝尝，我们先尝尝啊，不是就点一个啊。啊，行。就这么一只骨头来的是吧？嗯，这血肠瞅着太热闹了，贼喜庆啊！我可没吃呢，已经流口水了。哎，这个血肠一夹，轻轻一夹，它就断了，就碎了。嫩呐，血肠嫩。嗯。哎，我特别佩服就发明这个做法的人。你说铁板锡纸吗？对对对对，你看啊，就是瞬间用高温啊，用锡纸把这个血肠一下子把它烫熟了。嗯。然后呢，味道还一下能够进，你看综合的特别好，味道。它这个层次就是软、糯、鲜、香。你再来一块，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咱俩有点点少了。我也觉得是不是有点不够吃啊？咱俩想尝尝别的菜呢。咱俩不就想尝一尝吗？嗯。这没想到就挺惊艳的，是吧？挺好吃。那其他菜应该也能挺好吃。我刚看楼下有好多人点那个，就是那是鸡脖还是鸭脖啊？鸡脖子。鸡脖子，那个应该能挺好吃。是不是？嗯。啊，服务员好啊。美女呢？美女来了，咋的？野兽呼唤你。我们想再加两个菜，香叶焗鸡脖。来这个。鸡品干。啊，来一个。麻辣烫。来，别挠，一会儿你奶茶。好好好好。好嘞，谢谢。哇，红油麻辣烫。哇，太香了。谢谢谢谢。哎呀，看着这一桌子菜，我就特别的满足。我先尝这个鸡脖吧。好。哇，这个鸡脖看起来好好吃。哇。你尝一尝，这鸡脖，至于吗？太好吃了！这以前我也吃过鸡脖、鸭脖，都不好啃，你得啃半天。嗯。但是这个呢，它这个骨肉就已经被做的已经脱离了。再尝尝这个叫什么来着？那个鸡品干。鸡品干。嗯。嗯。这个也好吃，是吧？这个也好吃，真的。快尝一尝。我还没有那享受够鸡脖呢。你先尝这特别好吃，这口感绝了。太好吃了，你看，它裹了一层面，那种面的口感你能吃出来。嗯。然后肝儿那种嫩劲儿有，那肝儿一定要嫩，你知道为啥不？嗯。就里面那个汁水能给你锁住。我就特别好奇，它这个血肠是怎么做出来的？啊，对呀。嗯。咱们得寻根溯源。我想买点这个血肠。那行，那行。挺好吃的，问问服务员呗。美女啊，野兽再次呼唤你来。来了。你这挺忙的，来来来，你家这个血肠，我能不能买一点带走啊？我觉得挺好吃。那可不行，咱这一天还丢样呢。那我上哪儿能买着这血肠啊？那你去，要不然去他家店看看吧。谁家店呀？那个血肠大王他家。就他家是专门卖这个血肠的呗。对。哦，那行。那个位置在哪？道路有点复杂呀，我告诉你能记住啊。等会儿，我的记性我还记不住了，来，多复杂来。嗯。哎呀，出了门往左转。往前往右转，然后走了两个红绿灯，完有个小红灯，你一直在往南走，南走，完就是看见了。那你看不见看不见，我不知道了啊，记住没有？你再说一遍。对，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我再记一下。再说一遍，开始吧。开始左转，然后再右转，走了两个红绿灯，完了有个小红灯，完了再往南一直走一直走，然后人家就来看你了。我记住了。记住了吧？你记住没记住啊？啊，我记，我
我当然记住了，还是我给你绕懵了。那你没绕懵，我自己肯定懵了。没把自己绕懵了，这样咱俩一会儿边走边打听呗，行吗？只能是这样的。吃完吃完，别浪费了啊。您就是血肠大王啊！哎呀，不错啊，就得是热腾腾的，对，得有鱼有肉，对，是不是？一年味儿，对对，就是年味儿。一家人呢围坐在这个桌子上，其实啊，我觉得这个家里的这个温度啊，就体现在了咱们这一桌饭菜的温度上面。太好太好，来到新民来必须的啊，就我们新民血肠啊。十万群山，一瓶好药膏。这里是广西的十万群山，也是葛洪药膏的天然药材基地。哦，是去年了吗？真是好药材啊，这个。这种是叫红药，它已经是五六年才这么大。这个果香很好哦，已经十多年了。葛洪药膏所用的药材大多采自广西十万深山，地道野生。葛洪药膏只相信药材好才有好疗效。一斤药浓缩二两膏，风湿骨痛、慢性腰腿痛、腰痛、腿痛、关节肿痛，葛洪药膏试一试，心悸气短、失眠多梦、尿频，十种常见病症，葛洪牌桂龙药膏值得试一试。麦香七味快，全球销量领先，健康非油炸，吃盼盼看冬奥。盼盼食品，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赞助商。你记住没？你记住没？我以为你记住了呢。我还以为你记住了呢。咋办呢？找呗。哎呀。咋整啊？继续找呗。还找不找了？咱俩这记忆力有什么问题啊？就咱俩找错了？不能吧？不是左拐右拐左拐右拐？啥玩意儿？不先右拐左拐吗？要向南向？不是左拐右拐吗？拐然后往这边拐，往那边走，找的我都要没有信心了。找人问问吧。哎，美女你好。哎，美女，你知道这附近哪有卖血肠的吗？知道啊。在哪儿啊？就前面那块吗？哪个？那个吗？对呀。哦，谢谢谢谢啊，谢谢啊，谢谢。他还合计，这不都到这儿了吗？还问？这俩人啥脑子呀？看不着是不？这眼睛有问题呀、啊！哎，可算是找着了啊！可算是找着了呀！哎，你好，你好。那个，咱这儿是不是有个血肠大王啊？他在吗？血肠大王，园长。血肠大王啊！对呀、啊，是我呀。啊，我们找你很久了。我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能不能是驼子？你先别说，我讲一下。你我啊，我你我你自行车啥什么叫我自行车？自行车的，哈哈，对，李鹏。看过你们的节目，知道我能吃、啊啊，你最能吃，哎呦，你最能吃。这看来咱们节目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今天来这一道啊，我想找一下咱们西宁的最有味道的血肠，就问了很多人，就说那你找血肠大王吗？推荐咱们来的血肠是不是就得吃新鲜那种新冠的？对呀、啊，你家现在有新冠？现在有吗？想尝试一下，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今天正好我有一个哥们儿啊，3年猪，让我帮忙灌血肠，你有时间你就跟我去。我太有时间了，那再走。来了，鞋准备好没？啊，那咱走。行，那我去看杀猪去，你们俩去准备血肠去，行吗？小姑娘，来看这玩意儿。我想拍点视频发给我妈，她没看过。行行行，一会儿见啊。好嘞，我一会儿进来。这是刚杀的猪吗？刚宰的。这猪得有多少斤啊？三百。
多斤。哎呀，太好了，都是啥部位？你给我介绍介绍呗。这是肘子，前肘子，哎，胸那叫耙子。嗯，这是前肠。哪个地方最好吃？最好吃前肠好吃。前肠好吃，就这个地方最好吃是不？对。啊，你看。最香是骨。刚杀的猪，哇，这个肉看着就。让人觉得特别有食欲，哎，我感觉你这个刀特别好使，有一种削铁如泥的感觉，能让我试试吗？哦，丝滑的感觉，哎，你这刀好使，我觉得。但是你看我切的就不是很薄，但这个肉真好，这个肉这是什么肉？外脊。外脊。哎，这个炒菜肯定好吃，这肉太好了。我来了。在东北，每逢冬季，临近年关，家家户户都要吃一道炖菜，那就是鼎鼎大名的杀猪菜。可为什么这道普普通通的酸菜白肉炖血肠要叫杀猪菜呢？放在过去，只有在过年杀年猪的时候才能吃到这美味的血肠，所以叫做杀猪菜。而每到年关，血肠也都成为了东北地区最受欢迎的年货之一。要说东北血肠最有名气的，还得是新民血肠，它的制作工艺在当地已经有着上百年的历史了。因为这里家家户户都做血肠，所以才起名为新民血肠。江南，料整完没？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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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葱姜老汤，老汤啊，给我兑里，兑多少啊？全下。这么多老汤全得放啊？这血要鲜度啊，杀完猪之后，这个血就是在2个小时之内把它完成，必须灌上血肠。对，然后这样口感才最好的。把料下里，全下里啊，全下里，料不一样，豆油都笨大油啊，看看这肠呗。哎，对了，这肠我看啥是大肠是不？有点外行了，今天我得给你扫个盲。扫盲咋回事呢？明肠。明肠。这个明肠是哪块啊？哎，它介于大肠和小肠之间。我还以为这是啥，这是大肠的呀，还肠头啥的，这手指头挺好。咱们选择的就选择的明肠，就是咱们血肠的特点。该说不说，这肠手指是真干净。里外三鲜。咱就开始灌了啊！这么就可以灌了。好，你看啊，这么简单，我搅我不简单，你看，把它搅匀匀的，搅匀，把料上下对齐，因为它的油啊在上面啊，水在下面，都很均匀的灌在肠里。啊啊，我明白了，鹏哥，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这粗的看到没有？不是那种贼细贼细的。啊，我明白了。这个明肠旁边还有点纹路啊，有点褶皱，最香的那一段啊。哦，这个肠的口感老少皆宜的，这个肠的口感和别的肠有啥不一样啊？它不像市面上那个苦肠灌那个肠，它这个肠皮嚼不动，这可以一起吃的，跟血一样嫩的。哦，血在鲜嫩的同时呢，它和肠的香气。哎，对，哎，而且明肠这轱辘可能说肠皮特别脆。嗯啊。口感特别嫩，可以了不？然后今天你看，为啥给你还留了一段呢？啊，这段出熟了以后，要馋的话就吃它，更舒服啊！那没少看节目啊，就我要馋的时候先吃那段肠，然后再吃血肠。那我灌一个呗，哥，你来一个，我来一个呗。我这有点怯手啊，没事，我第一次灌肥肠有点不容易啊。握住，不要拿太高，不要拿太高。关键我怕握不住啊。哎，我试试啊，两次一搅。两次一搅是吧？对啊，一次，两次，搅和。人家小葱姜啊，一放在这里边，这小味儿唰一下就上来了。对，好了，成了，这是成了啊！来，大家对比一下啊，这根呢是我灌的血肠，这根呢是鹏哥灌的血肠。这明肠就是跟咱普通那个小肠有啥不一样？价格都不一样。小肠多少钱呢？小肠现在4块钱一斤。小肠四块那挺便宜啊。到大肠多少钱？大肠多少钱？大肠26。大肠26。我这个不是大肠，明肠。明肠30一斤。就你平时要是买肠的话，就得买这种明肠30块钱一斤的。太神奇了。那今天咱刚杀这个猪，这个肠不就更珍贵了？我的身体是黄色的。我感觉很直接给它蒸了呗。猪啊，猪啊，煮温度还有多少呢？我就知道。啥都明白。鹏哥。哎，来了。这是刚才你跟江南灌的那血肠吗？对呀。哇，这得煮多。
多长时间能煮熟啊？哎呀，15分钟。15分钟，就水开了之后煮15分钟、啊、是吧？水不能让它开，水的温度应该是80度以下。不能让它沸了是吧？对，沸了都爆了。这水里边要加点什么东西吗？水里稍微加点盐。为啥加盐呀、啊？肠皮儿就不那么滑。啊，到出锅是好拿，在城里啊灌血肠有很少用到那个柴火火了。哦，对，咱这是柴火火。咱是柴火。为啥这样特别好吃吗？对，它的温度保持均匀，它不猛。峰哥，我发现你煮肠一直就用一个棍儿和了啊。啊，这是咱祖上传下来的方法。这是祖传的吗？这不祖传的，这是咱们那个玉米杆，你用筷子它就太尖利了，容易把肠破掉。你刚刚要做挑的时候，这一下子挑出来了啊，也不会把它弄破了。对啊，这块儿。时间到，出锅，小棍儿出起作用了啊。啊，是。看我呀，白白净净的。这也都是多年练出来的，这个手上是不是都茧了？这个切要怎么切呢？一推一拉。哦，一切就出了好多油。啊，这油，笨榨油啊、哦、啊。就切这么厚的片儿是吗？对，一定要保持在1厘米1厘，到嘴里的口感更舒服。啊，不能太薄是吧？不能太薄，太薄了把温度都散掉了、啊、吃的时候没有这个温度它还不是那么香。你来啊，一推一拉。哇，一推一拉，哎呀这不太行。对，不要用力，哎，不要用力啊，就轻轻、啊、一推，轻轻一推，大概一拉，哎，好了。哦，好，出毒了，我发现了。对，就是要你说得推出去、啊、要是这么切的话、啊、那个肠衣就给切断了，切坏了。要温柔的下刀，千万不能太使劲。现在已经熟了呗，有就怎么都有，熟了这可以吃了吗？可以吃，你可以偷偷地尝一口。啊，偷偷地尝一口，不要告诉江南啊！哇，这在我们老家这叫什么案板肉？哦，就是案板还没来得及上桌呢，就先尝了。这案板肉是最香。哦，还有这个学问啊！嗯，好香啊，已经完全入味了。这里边现在那个血啊，猪血、啊，软软糯糯的。哦。而它那个肠衣呢，梗啾啾的，特好吃。我觉得已经不用蘸什么料了，就直接这么吃就特别好吃。对对对，来，摄影师尝尝。谢谢啊。来吧，你吃一个。再亲自给你喂一下啊。哦。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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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嘴。那个这拍着呢，你给点面子行不行啊？快。好吃的已经说不出话了。好，那咱切完一会儿就准备上桌了是吧？对，上桌。血肠好啊，快来尝尝。江南，我到了。你睡觉，以后你坎坷更多。你妈妈经常问你有对象没有，邻居的阿姨啊叔叔啥的问你啊，工作咋样，经常都问你。江南，哎，你俩还吃橘子来。嗯，刚做出来的血肠，现切现煮的。血肠真肉，怎么样？好吃吗？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好吃不？刚做现做的，是不是特别很好吃？哦，真好吃。刚煮的。就我外面啊。啊，刚切的。咱们喊我一起整的。行，哎，行了啊，别吃了，一会儿留着慢慢吃。你们一会儿吃完一会儿吃啥呀？拿走了。那给客人也是吃，给我吃不也是吃吗？咱还是缺橘子吧。哎呦，这锅呗。你弄，你弄。哎呦，这老香了吧？好，好呀，四号。看毙了，没人了。要是有肥中瘦啊，这个就是肥中瘦。嗯，这个成分左右啊。不用。没好了，你太火了。嗯。你这没看到吧？哦，干啥？哎，一点也不腻啊！我没有人。好。怎么呀？你刚才抓着你偷吃呢？不是我偷吃。谁让你偷吃的呀？你俩怎么直接上锅里就吃上了？不好意思。你给我也来一口呗。买的啊，买通的，没中手啊。哦，香香的。好吃吗？哇，这肉太好吃了。嗯，我来一口酸菜。我感动的我眼泪哗哗。嗯，就差你家血肠了，峰哥。还有没有一种过年的感觉？哦，小孩。来人，儿啊，马上就好了啊！马上，你那，马上就好了。
哎呀，这下啥？下血肠啊，这么下血肠啊？直接往来野蛮的，这么下血肠？对，直接下锅。哎呦，这个过瘾的。下锅出啊，往这边下了啊，慢一点，缓一点。你得靠它的温度，一温就熟了。对，我告诉你，鹏哥，这可是咱俩刚才灌的血肠，对不？啊，对，这就是全国闻名的杀猪菜。这个真的能干，这咱俩出来偷吃，这是偷出来门道了，你知道吗？人家这屋里找。太不容易了，我说我哥呀，今天就辛苦了这位哥哥了，你朋友呗是吧？对呀，我朋友。免贵姓寇，啥说都没有。姓寇。寇。寇大鹏的寇呗。不是，寇准的寇。谢谢寇哥，就寇。没说的，这都是朋友呗。都朋友。鹏哥说了，今天我们来的特别巧，就赶上了。就是好像大家一直在外面工作，然后过年了嘛，就回到家里，大家团聚一下，就赶上杀猪了。这别提我多高兴了，是吧？也招待朋友了，我就属于今天来蹭饭来了，就是太特别感谢大家啊！先尝尝呗，来着，好，好，来来，快啊，尝尝哥的手艺啊！是是是，大块食肉啊！对，大块食肉。哎呦我天！好吃，太好了。嗯，那是你的，这个是我的。那罐子是不打钉的，全是我的了。哎，我好的全是你的。我夹一块我的。这一年到头，咱们除了要总结这一年当中发生的一些事儿，对，其实呢还要对未来有一个展望。我希望来年孩子学习更进步。啊，希望孩子学习进步。希望你学习进步，你听见没？听见了。希望我孩子，然后你点头，我家孩子点头。明年要上幼儿园了，希望能很好的适应一下幼儿园的生活。哎呀，太好了！刚才我哥交流了一下，哥是搞文化产业的，是吧？对对，嗯，对。我也是，搞点文化产业。文化产业。这么多人，我也你都是文化人，是吧？你沾点光啊，沾点光。你看我一说文化产业，我想起来，都说咱们西米二人转好。二人转在我们西米已经300多年的历史了，是吗？哎，而且已经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西米的二人转，对，是咱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对对，哎呦，太厉害了！我们雪藏里二人转，你知道吗？二人转唱戏的那个八角的那个手段啊，这个就是我们西米人发明的。那你对二人转也很了解啊？对，那当然了。那你会唱不？我刚张嘴就来呀！真假的，来！夜市里儿啊，正月的初三事儿啊，社里头放。放年假，咱们两个去串门啊！小哥儿嘎，嘿嘿，咱不知哪日大嫂你的家。儿子，嘚嘚嘚嘚一个字儿，声音整点高难的。高难的，哎呀！张廷秀金榜得中头一名啊，回苏州公馆设在十里长亭。转回家中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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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刚一口咬下去之后，忍不住又来了第二个，就它那个外皮吧，刚炸出来是脆脆的，然后里面吃起来呢，有点像那个肉丸子的那个口感，对，就跟这种纯血的血肠口感完全不一样。以前血肠，那不是过年才能吃吗？家里杀猪了，有杀猪菜才能吃血肠。现在咱讲话，东北人特别爱吃血肠。盼盼麦香鸡味快，全球销量领先，健康非油炸。吃盼盼，看冬奥。盼盼食品，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赞助商。嗯。飞燕，你起挺早啊，今天，咋了？怎么了？这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眼熟呢。眼熟？你在梦里见着我吧？你在梦里？你在梦里见着我吧？你之前来过吗？没来过呀。二套。二套是谁？二位写挺早啊。哎呀，哎呀，扣哥咋的了？我今儿给你包点五色饺子，买点菜，买点面。五色饺子。对，太好了，我会包饺子。
饺子，我申请包饺子，来我帮你拎点吧。就给你包饺子，来来走。好吃吧？嗯，这会儿的橘子最好吃。咱一会儿是要做累了。我整不下去。外边两个馅儿，不是两个馅儿，两个馅儿做啊。现在还给我保密呗，咋做不告我呗，是不？刘一小说，哎，这是啥玩意儿？这个是猪头肉焖子。猪头肉焖子啊？对，我朋友昨晚连夜做的。昨晚连夜做的？我说昨天晚上没看着你呢，回去做这玩意儿去了。今天的烹饪方法跟其他吃法不一样，不是这么吃吗？不是不都这么吃吗？糯米粉贴完啪上打水吃啊，爆香，什么玩意儿？爆香，爆香，对，爆一下，有这个老香，爆香，哦，这个老香啊，正适合你年轻人。这个不一样，这是什么肠？荞面血肠，荞面，嗯，荞麦面呗。对，荞麦面。你这个荞麦面型，你可别夸我啊，这不是我研究的，努尔哈赤行军打仗的时候他是。这是粗粮跟细粮之间的荞麦面啊，行军打仗还经饿，还经饿，还有营养，还能助消化。这个荞麦肠一会儿也爆香吗？香煎啊，就给它煎了是吧？对，哎，血肠还有一种做法啊，血肠布丁，还有血肠布丁，你适合年轻人。你准备了吗？准备了，一会儿上桌你就看。你现在我没看着啊，血肠布丁。那我得留的时候都叫你学学，我可是吧？就这事儿你还跟我卖不完呢？哎呦！你们干啥呢呀？吃上了。哎，老乡来着，你知道这是啥不，一彤？这是油渣子，是不是？就咱们这边叫肉梭子。哦。好香。哎，我咋胖了你知道不？我小时候没那么胖。有一年我回老家，回辽南的老家，然后家里呢就杀猪了，就炸了一堆肉梭子，我就吃的就香的不行了。然后辽南炸那个大酱挺好吃，我就拿肉梭子蘸酱吃，一连吃了一个月。好久胖了。你要胖，我讲讲不下来了。文哥一会儿会做一个你从来没吃过的血肠的做法。从来没吃过的。对，你这人吃血肠吃的没感觉有点多吗？你能有什么不一样的做法？就是人家发明创造，所以说这点非常厉害。去看一看，对不对？去看 一会儿再整整。你觉得把血肠做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和这种菜式，我绝对想都想不到。都有血肠吗？对呀、啊。这个也是吗？这是啥知道吗？我以为这是糯米丸子呢。不是，这是啥？血肠布丁。来来尝一尝。尝一尝。你也来一个，嗯。
会了吧？里嫩呐。哦。真的。哎，现在就差一样东西了。差啥呀？差饺子呗。对，我包的饺子呢？我是包饺子。哎呀！哎，我的妈！谢谢谢谢啊，这太好看了，这饺子来谁包的这么好啊？你包的呗。哇，就一彤，你吃个这个，你这不知道这个叫啥？这个是这叫香爆糯米肠。香爆糯米肠啊，嗯，烧出来了，有点那个烧烤的感觉。感觉对对对，是不是？我觉得这个菜我们播出之后，肯定有好多饭店就要学习怎么做了，就是刚才这个。这个是吗？对，这个菜名应该叫。香煎荞面肠，香煎荞面肠，它里面是荞面，是不是？荞面加肉。哎呀，我这血肠太厉害了，每一种的口感都是不一样的。嗯，所以刚才一提到血肠的时候，我觉得鹏哥刚才好像有些话没表达出来，这小眼睛还翻点泪花，不是大眼睛里翻点小泪花。对，因为这血肠对于鹏哥来说，应该也是传承了父他们的一种这个信念啊，是不是？嗯，就是这个我在七岁的时候。我经常跟我姥爷去沈阳，嗯，现在那个大东富士福晋门的福晋，嗯，我们去卖血肠，也就是那个童年给我留下最好的回忆，也就是我这种情怀就起源于我在大东富士吃了人生第一串糖葫芦。哎呦，那股甜那是甜到心里了，那糖葫芦。对啊，现在还爱吃糖葫芦是吧？一直有这个习惯，一直有这个习惯，嗯，也是一种情怀吧。哦，鹏哥家那边好像有一个店吧？鹏哥家的店，一天我冒昧的问一下，一天都忙的是加大红枣条吗？对，从早忙到晚。从早忙到晚啊？为什么你知道吗？还是食堂的人越来越多了。嗯，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多了，嗯，哎，对对对，我刚想说呢，我一会儿上你店里边，我也买一点，因为我家里人呢就想尝一尝咱们东北特色的这个血肠啊、酸菜呀、这些东西。那可以。什么？那天我都没来及看。那你是没来及看，我拿眼睛一罚吗？我基本就分析这个差不多了啊。嗯，那我一会儿要仔细的挑挑选选，好吧？那好好。那咱们先吃饭，吃完饭一会儿就去。那天来呢就大概一走一过，没仔细看，这样还挺多啊。今天一吃完之后，你对这些东西是不是产生更浓厚的兴趣了？那当然了，而且我觉得就这些吃的吧，我们那儿都没有，所以我就想就把这些有东北特色的这些吃的我都分别就寄回去让他们尝。哎，这个是什么呀？哎呀，这就咱家的粘豆包。哦，黄米面的。这是什么玩意儿？那个，哎呀，这个好是我们外爆版的香熏肥肠，也给师傅尝一块尝一块来一块来一块来吧。那我就不客气了。你不用客气。怎么样？烘和肥肠，烘还解腻，烘香还在里边，然后肥肠那个熏味儿和肠的香，哎呦，没法形容，太好吃了。这个也给我来一根啊！哎，这个也给我装一根啊！哎，这个是刚才咱吃的那个猪头肉焖子，对，啊，猪头肉焖子。嗯，行，这个我要多一点吧，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吃，而且我觉得我家里人应该也能爱吃。全是肉啊！这个我来两根，我给我妈拿回去吃去。再选一选，选一选。我都给你发到。行行行，太好了，太好了。忙碌了一年，年关的这顿杀猪菜是每一个东北人回家过年的信号，而小小的血肠勾起的更是儿时的记忆。无论身在何地，一口酸菜，一口血肠，总是能勾起无尽的乡愁和对团圆的思念。这是儿女想爸妈的寄托，是老人想念孩子的期盼，这是年的味道，故乡的味道，家的味道。